跟小编今天要介绍适合初秋的穿搭。像我今天身上穿的是一款薄的素色的纯色上衣跟学院风的下着，那这款裙子的话穿起来非常可爱，而且非常显比例，不会让你显胖。那我今天头上呢选择的是毛呢的帽子，因为我认为进入秋天有别于草帽，应该是选择一些看起来比较温暖的配件。那 N 小编在鞋子上的选择的话是靴子，因为台湾是属于冬天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，那我属于的话是选择这种比较有根部的鞋子，因为有根部的鞋子你出门比较不怕说鞋子会进水，造成说行走上会很不舒服。以上就是 N 小编的初秋穿搭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的话，记得追踪粉丝团，帮我们多多按赞，记得追踪我们哦，拜拜。